莹莹又他妈欺负王子，给他！你要那个破棍干啥？熊孩子咋入酱了？啊，咱去前面玩不行吗？啊，那破棍给他。莹莹不给他玩一会儿吗？哎呀！你给王子玩一会儿，人家有菜刀。莹莹，莹莹，你他妈想干啥？哎呀，我操你大爷的！你信不信老子一刀砍死你？你俩干脆对着砍，砍死垃圾机了。这个破坑你俩谁都别玩了啊，老老实实在旁边待着，听见没有？